你干，怎么越看越像伯明？哦，妈，要不是你这臭狗在阿里上有个招。哎，各位同学，终于回来了。终于回来了。我昨天冲山摔车摔裤都破掉了。哎，同学。好。同学要上课了。不课。这门课呢非常简单。哎，同学，你还在讲电话？哎呀，你不要上，不要上啊！麻烦拿个水晶给总招了。来，水晶狗来，水晶给总招。那我们水晶给总招方式很简单，就是你再来，那就先跑那边。先跑那边的就不用当水晶给总招。好，服装在这开始哦，一二三。哎，同学你在干嘛？很想当水晶给总招。不理我啦，你不喜欢我了，嗯，好吧，哦，好了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唉，至少摸胸部啦，那睡觉好了。唉，球回来了，哎，世人，你在干嘛？抄捷育报啊。为什么要抄捷育报？明天要交捷育报。明天要交捷育报？对啊，明天要交。昨天就已经交完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！昨天还在抄啊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上次不是跟你讲要跟那个法治妹，法治妹吗？腿很粗的那个吗？对啊，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？怎样？他妈，他封住我 MSN， 我谁？封住刘德华。啊！中正刘德华真的，中正刘德华鼻子没带到。我中正刘德华，啊，我 MSN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班上还有其他妹啊。欸、我们班上，哎、太恐怖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发动。那妹不错，啊，不错。神经病，计算机有带啊，神经病啊！干你啊，计算机嘞，没带。干你笔都忘记带啊，睡觉啊。接下来这个你怎么学？妈，什么都要跟我比，
你比得过我吗？我睡觉脱光他有脱吗？没有嘛，我身材这么好，本琴能不要我吗？不能嘛，吉他都不会弹，我奶头上还长眉毛，他有吗？没有嘛，唉，臭小子，神经病。哦，完了，到底要怎么把我？哎，钟伟。啊，会说话的狗哎，他再来烦是伯明。看你这烦恼，钟伟，现在我给你三条路可以走啊。你看，你要这个时间暂停，还是这个 S 三时间暂停器，还是这个时间暂停器啊？我要这个时间暂停器。啊，统统都给你啊。哦啊啊！伯明啊，这实在是太好用了，这把妹神器啊！我会早晚骑啊，拜拜。好、啊。可恶，刘胜！哎，抓你啊！好、啊。哎，不对，是你要来抓我。没错，是我要抓你。哎，奇怪，陈冠学呢？陈冠学，臭矮子直接不让我干，臭刘胜，你干臭狗！我今天会骑脚踏车。不会啊。好，教你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坐坐坐，坐坐坐坐坐，来。好了，会了没？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好，那你要不要骑其他东西？好啊、我可以教你。啊啊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说想哎、欸。不要。啊！刘思仁好快啊！啊！看我的，那些滚地球！喂，有球！那些滚地球！快传一雷！糟糕，中计了。可是我是第一次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我也是啊，很紧张。如果我是死鱼怎么办？死鱼我会把你弄活啊，那么简单，不怕。可是我是黑掌。我是坏佬，我会要求不高，而且就不跟球，不会跟学妹在一起。对。哎，报告哎，记得缴电费啊哈，记得啊、哦，干。哎，吴成你记得缴电费啊，小公主。干。哎，泽伟。不要那么爱生气嘛，又摸你伸肩膀，然后肉又打得这么烂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我操蛋嘞、欸！操蛋了。白毛叔叔骗过你了。可是。可是什么？不是请你来可是的吗？哎、欸，来可是。哇，好幽默。笑屁笑，干你啊！哎呀！刹不住啊！那、啊、是苏继轩，哎、欸，苏继轩人健哉，哎、欸，苏继轩人活动长，苏继轩被 B N W 嘛子干走，出不到就哭哎、欸，啊啊啊！哎，这不美好可怕啊啊！我是钟伟，不要理他，郭嘉宇，我们走吧。不要碰我啦，我是基督徒，张信骚的。如果那么喜欢吃文教鸡肉饭，那你就不要吃我的郭家鸡肉炒饭，操蛋的，我要走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帮我把我这根放进去喽。来吧。来。你在干嘛啊？弄得到处都是，到底会不会弄啊？超蛋的，我要走了。晚期到手。我是晚期，你看什么？我是晚期。晚期。是弟弟，你是走错棚啊？对啊。不要管钟伟啦，我来了就选我啊！钟伟，选我！选我！你们在干嘛？我去尿个尿，你们怎么就开始演了？你们这很奇葩哎！谁说你要去尿尿？不要！嗯，又到了决战的时刻了。真真真！这个不行，那我们就黑暗游戏。噔噔噔噔噔噔！文琪，文琪，文琪在哪里？文琪在哪里？黑暗游戏结束。还没哈到棒棒就被抢走，太扯了。对，操蛋的。妈的，操蛋的。开始怪挂。不演了，太烂了。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啊，我的玩具。啊，终于有马子可以骑了，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骑马子吧。叮。哎，刘世仁呢？看刘世仁他妈，他等一下一定会摔车，100%会摔车，信不信？信不信他一定会摔车？啊！
嘎，真的摔车，快去看他有没有怎么样，嘎，真的摔车，有事啊，有事啊，有没有怎么样？那我不是故意的啊，啊，我怎么讲讲话本来就很正确啊，有没有怎样？有没有怎样？这是我第一次载女生超三，真的假的？可是这是我第十次被男生载耶。真的假的？你要抓紧点，我骑很快啊！陈奕泉，我爱你。哎呀！哎呀，对不起啊，奕泉，你有没有事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最喜欢这样莽莽撞撞的你了。不会劈腿的。我去找倩倩。你太快，拉电线杆了。陈烨，大家都说我们在一起嘞。你谁啊？我是小公主啊。啊？好吧，既然是小公主，那我们就在一起吧。陈烨。我是邱思婷，又到了抉择时刻，我到底要选谁呢？选你好了。耶！啊呜！我最喜欢亚当·桑德勒的电影嘞。哇，你开心就好，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。操蛋的，他们要放狠去那边放狠算啦、啊。我就找我财经战士了。哎呦，你会不会这么快、啊？实在是太小意思啊！哎、啊，你怎么认识财经战士啊？哦，就是跟你说我在那里说的。哦，你有摸过他的头啊？但是没有啊。啊，他的头什么颜色的、啊？粉的。哦，看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过得有点爽，会不会有什么报应？你看，那什么你摔车，苏继轩摔车，余承业摔车，刘志仁摔车，小戴也摔车，还跟曾静在一起。妈，全世界摔车，就只有我摔车没有跟人家在一起啊！我有马子骑，又有马骑，又没摔满，这么过太爽了。没关系啊，看你之后就知道了啦。不对，对，哎，那个刘世文，哎，不行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，啊，我当初的承诺我都还记得啊，你干嘛这样子？哎，你东西掉了。掉了，我不是真的不是故意的啊，当初那些承诺我都还记得啊。对不起嘛。哎，周伟周伟，那边有人出车哎，看他肚子好白啊。啊，干他，干他。签房书了，签房书了。哦，这么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手机在这里。怎么了？谁打的？林玉茹啊。林玉茹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喂，啊？什么？你出车祸了？在哪里啊？面包工坊那边。啊？所以刚刚就是你啊？啊？你有事找钟伟？哦，好，他在我旁边，哦，等一下，钟伟找你的。喂，林玉茹。喂，钟伟，你找死啊？谁躺在路边啊？谁躺在路边你就想干谁？操蛋的！你不知道路边的野花不能乱干吗？想死吗？我可是野花哎、欸，我是野花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妈的，惹我生气！野花惹草哎、欸、，fuck you！ 操蛋的，妈妈的。那个最近那个车男，你们怎样？干啥？他把我打枪了、啊。车男把你打枪？对啊。为什么？还不够那个？哎、啊，凯翔，这真的是我错啊！哎，你不要来凑小黑，你真的是小黑啊！啊，你呢？关我屁事哦！他不是跟那个谁？谁？林，干林玉茹啦！什么林玉茹？那关我什么事？干，是你的错，还不快道歉？干，都是你的错啊！干，我错。干，要不是这都是地主，我就哎，小黑，这都是根本没地主啊！啊，小黑这桌子好像翻得起来。不要吵啊！怎样？不要问啊！关我屁事哦！凯翔学妹最近怎么样了？干，不要问了啦，那个喇
曼琪啊，但不是你的错，又我的错。对啊，蓝曼琪我连碰到他的毛都还碰到，哎，他根本没有毛啊。他逼有多大？他逼有多大？你问江明玉问我，干，要不就是这个定住。没破屁事哦！这东西根本没定住，要不是饼干定住，都破屁事哦！赶出去啦！出去啊！出去好不好？这我卖定的，我不理你啊！卖定的，好，算算，我走，我走。信不信我拿排球打你？开卡住！哎，余生业，余生业，不要吵了，打不了，干！哎，余生业，就那个波多野结衣那个 A 片啊，上次那一片。什么？我都看 SOD 啦。哦，那你当我那个 CK 爱出的推荐了好不好 ？CK， 你现在大一而已 ，CK。哦，那个，你陪我出去玩啊？那最近那个，晚都不理我。啊？谁？晚呀。谁？他都不理我。你去剑桥下面跟他什么？跟他先跟那易阳破冰啊？文琪。文琪。干嘛？哎，那个，要不要陪我打咯？啊，对，你不会打咯，那你要不要陪我出去玩？那个晚琪最近都不理我哎。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哦，有，拜托啦，为什么大家都排挤我？那跟我也没关系啊。哎，中伟，你知不知道那件事啊？啊，什么事啊？就那件事啊。哪一件啊？该不会是那件事吧？他好像还不知道。要不要跟他说啊？讲啊，我不敢讲啊。啊，不然猜拳。我不敢讲啊。猜拳。好，输的哦，输的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我说。啊、就是那件事啊。该不会是那件事吧？劈腿那件事吧？对，他跟易阳在一起了。哎、欸，老板，来一杯那个忘情水。来一杯那个伤心卫生纸。伤心卫生纸。忘情水。钟伟，你没事吧？钟伟，为什么可以这么快这么突然？而且还是易阳，易阳本来就比你好了、啊，好了，没关系，你 是不能接受啊！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这么快，这就是人生嘛，没办法勉强的、啊，起起伏伏嘛。啊，你开机开这么慢，哎。成绩单啊，有机化乐单超成控，明天要跟20学生啊，凯翔，没人，谁？你大家都不去了。博明都不在，
牙齿好痛哦，去看个牙医好了。啊！康康，快救我，痛啊！康康。这是哪？怎么这么亮？这该不会是天堂吧？对，这里就是天堂。那你该不会是天神吧？不，我是未来的你。什么？未来的我？为什么在这里啊？唉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我应该对你说些话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只好把这个给你。这什么啊？我觉得我人生又充满了希望，又充满了爱。就是这些平凡琐碎的事物，点缀着我不平凡的人生。曾经，我以为梦想遥不可及，才了解梦想的背后是更刻骨的记忆。那年，天空很大，云很美，手中断了线的风筝，也许使我心碎，却也使我重新体会友情的珍贵。不怕爱错，只怕错过。青春是一场大雨，即使淋湿感冒了，有你们在身边，永远都想再淋一遍。这些年陪伴着我们的，是一起冲山的凉伴，是一起拔河的伙伴，是一起拼研所的牵绊，是为了彼此梦想而努力追寻的同伴。也许有争吵，也许有挫折，四年结束，回想起微不足道。曾经一起经历过，一起拥抱欢笑过，一起在一片橘海中的激动过程所带来的开心回忆，才是最想念最不舍的。我是刘宗伟，今年22岁，我的人生才正要开始。